们大概就是及时看一下，好、哦、啊，它大概长这样子，我们可以把它拉过来哦。李白出现了，然后它的生平哦，可以把它贝壳回来，对不对哈、哦？然后作品、欸、也可以把它哎、欸、没有贝壳啊，怎么办？没关系，请你把作品有没有一样再做一次，这个嘛哈、哦、，true， 然后这边的话呢，打一个返回两个字，有没有啊？其他的话我大概就是啊，打错位置了。哎、把那个风格这边哈，然后这边把它改成 true， 然后这边的话呢，就是把它改成返回哈、哦，不要打错了，返回。好 ，enter， 哦，哎呦，好、哦、好，没事没事。好，那最好是什么？干脆这边就复制一下，那这边也是一样，这边把它改成返回，不然的话，等一下又要再啊，这边改成 true 就可以了。然后哎，一二三，一二哎。为什么我只有这边一页生平、欸、那我的那生平、欸、是不是一这个是哎，突然跳那我的二呢啊哎、欸、啊我刚刚是不是不小心把它删掉了啊对因为刚刚不小心把它 delete 掉 OK 好、哦、所以盖掉了那这边的话好，那一样了所以最后做完的话，就是这边也可以贝壳了哈，大概是这样啊。最后的话，生平点进来的话，里面没有，所以应该怎么样？在这边生平的地方做一个清单，那清单的话就内容 delete 掉，然后把它的早年、中年、晚年一样从记事本里面哈，把它抠到生平里面，然后做什么呢？做一个清单好了啊。清单的话一样，一把它点什么？点项目清单，然后一样 delete 掉 enter。delete 掉 enter， 那再来的话，因为要连接早年，可是早年现在没有，对不对？所以怎么办呢？你可以、哦、再插入一之一有没有？那你可以插入到最下面或哪里都可以了、哦、在 body 的上面好了，这边叫一之一，一之一的话，你可以插入页面，好、哦，在这边有没有？插入什么呢？早年叫一之一好了，哎，不过。名称的话哈，这一支配置一之一，这个减号不知道会出错，好吧，先用这样啊，一之一按确定，这个是早年对不对哈？那你就把早年的资料先把它抠过去，早年在哪？早年在这里，所以早年这个 Ctrl C， 然后放到这个页首的地方 ，Ctrl Shift 加 Ctrl Shift 加 V 啊，只有内容，然后内容部分的话呢，我们一样把这个早年的资料 Ctrl C。然后贴的话呢，就贴内容里面 ，Ctrl Shift 加 V 好了哈、哦，只有文字，然后就把它贴过来 ，OK 啊，这样的话有个早年，那把它存档，哎，把它这个就一之一嘛哈、哦，那我们接下来就可以怎么样，再把那个清单部分的话一样哈、哦，这个就是一配置一之一，所以仅配置一之一啊一之二的话呢一样 ，OK， 我们主要。确定一下这个 O 不 OK 哈？那这再来的话，这个项目清单部分的话，一样哈，把它改成什么？改成就是 data row 哈，把它改成就是那个，哎这边哈 ，UL 把它改一下 ，data row 等于什么呢？等于 list view， OK 好，然后一样把它看一下即时好了，看能不能连过去即时。好，然后生平看一下，哎，有一个 list view 啊，有没有？你会发现有超连接，这边有个箭头，点击，哎，早年出来了，哦 ，OK 啊，返回了 ，OK， 你可以自己再做一个返回，有没有哈、哦？然后呢，清单如果说你这样不 OK 的话，你可以怎么样？再把它变成呢？这个最后呢，你可以再把它变成 data inset， 这边 inset 也可以把它变圆角，我觉得圆角相对的还是比较好看一点点 ，OK， 然后把它。生平有没有这样子？一有了，啊，再来二三四嘛，自己贴了应该会了哈。然后早年再加一个返回，这样就 OK 了。然后自己再把它排版啊，这个页尾也许可以把它拿掉，这样就更完美了。好 ，OK， 那请各位利用我教的这部分哈，把它找一个这个文学家哈，做一个变化题，不见得一定要是李白。哦啊，如果你现在不知道做谁的话，你就做李白可以啦。哦，不过，我希望李白是一个范本。
好、哦，你可以自己再找啊。那个维基百科里面的架构差不多类似像这样，啊，你可以做复杂一点，啊，也可以做简单一点的、啊、哈。反正至少架构至少有四个页面，我想应该是最基本的。哦，啊，页面底下还有页面，页面底下还有页面，你看你可以做的非常多层，哈、哦。